北京时间11月7日，2016年欧洲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刚刚在荷兰鹿特丹揭晓 ，Lady Gaga 获得最佳女歌手 ，Bieber 获得最佳歌曲奖。去年 Justin Bieber 独揽5项欧洲 MTV 音乐奖奖项，总奖杯数甚至超越了艾米纳姆。今年 Bieber 在他提名的5个奖项中，一共收获了最佳歌曲奖、最佳加拿大音乐人和最具人气奖等3个奖项。和当晚的多位获奖者一样， Justin Bieber 今天并没有来到颁奖礼现场领奖。缺席本次颁奖仪式的还有美国女歌手 Lady Gaga， 她被授予了最佳女歌手和最佳外形两个奖项。今年所有奖杯都被涂成了紫色，以纪念前不久刚刚去世的美国音乐人王子。在本届欧洲 MTV 音乐奖此前公布的提名名单中， Beyonce 和 Bieber 一样都是获得了5个奖项的提名， Adele 紧随其后也有4个奖项的提名。然而无论是 Beyonce 还是 Adele， 在本周欧洲 MTV 音乐奖中最终都是空手而归。